作还得加班。呱呱。我买了一个大的碗，因为不然每次做饭炖菜都没有大的碗，一蒸锅。妈，这真够大呀！比我脸都大的那个大碗。这个花了得20块钱吧？今天还是先给聪聪煮他的那个菜吧，然后我也顺便蒸豆包吃。压扁，待会儿煎一下，把它给捣碎，捣碎碎的。你不加班吗？加你回来呗。今天提前了。为啥提前呢？快弄完了。这是我带点饭，剩我的，吃不了，现在发现。这啥呀？这烙饼。好吃的。烙饼啊。嗯，茄子酱。煎那个豆包，哪个豆包？就饼。还有鸡胸肉，行啊，自己在家过得挺好吧。地雷呀、啊！行了，上来。好几天没一起吃饭了啊！我先吃了啊，不然我这饼凉了。吃吧，甭管上了。尝一口就会有第二个。我看我连续吃1个月，我会变成啥样，是吧？如果有改变，我再吃这1个月，咋样？嗯，周日咱俩就可以吃那个胖东西了。那可以，还吃啥呢？大鸡胸肉够我吃那个3顿差不多。